波比，左手边呢他叫小龟，还有薛斯青玉。首先呢，这次呢要记得表扬我们是全体工作同仁向林经理。那是小朋友，那是小朋友装的啦。感谢来宾的光临，两位来宾非常热情，跟大家问声好，一起来。这一期新年快好，祝来宾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那大家薛斯跟两位再握个手啦啊！哇，你看光临啊，蛮有的绅士风度，蛮不错的啊。来，来到我们的小龟握手。哎呀，我们小龟也是非常有礼貌啊，真的啊，不然去跟他握手。忙我的没有，好的啊，来来来，有个问题问你，跟你们相处很久的感情，看要怎么样呢？好，那他们证明一下，亲一个，那谁要先？小龟，好，小龟先来，小龟亲一个，不要，一下就好了啦，就是求他，拜托他，有都没有用好，要过来了哈，我们波比亲你，波比来亲一个，不好意思啊，还有机会来亲一个。确实啊，他还是很执着不亲你的哈，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亲了，好办法啦，嘴巴给他擦一下，搞对了。哎呦，薛斯感觉怎么样啊？赞啦，你给我来一个，我来一个丢丢啦。哎呦，薛斯啊，你是嘴毛色呀，哈，跟人们再稍微顾一下哈。哇，波比很夸张的哈。好了，我们节目呢马上也要正式开始了，现在准备出两颗球出来，把这球呢上啊，再来开场好戏，倒立听开枪，来两位千里羊，最高兴啊，来拍手拍手。两位的平衡也是相当不错哈，屁股也翘得很高，平衡感一级棒的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马上来进行的才艺的表演了。当然了，我们第一个回合啊，要由我们小乖先来，为带来是布拉圈的表演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欣赏。大家
两只手音乐马上呢在水里啊翩翩翩起舞的样子，哇你再转出去来浑然无我的样子相当的可爱哦。哇看来小乖可以跳这么优美的舞蹈，等等呢也不要错过啦，我们的 Bobby 啊你要带来什么样舞蹈表演来睡段。Bobby 呢说啊这次呢要带来一个特别的高难度动作棒上平衡球。好现在呢这次呢拿出了一根棒子还有一粒球，要干什么呢？带来高难度动作演出了啊。好现在呢就来到了 Bobby 他精彩的表现了，把你跨接来了哈。好现在呢我们徐思把这道具呢准备放在 Bobby 的鼻子上先稳住啊。首先呢再来一个倒立平衡球的外面屁股的下到非常高，你的感觉还不错啊。再一个人屁来翻转圈，球没有掉，将球带回原位来。这次呢一鞠躬，别的掌声鼓励一下，一气呵成啊哈。好嘞我们的小队呢，那你看波比这么厉害，有个特殊才艺欢迎表现。好那波比呢说等一下啦，好戏在后头啦哈。现在呢想要跟来宾玩亲亲啊，我这边呢有四张的这海狮亲亲券，如果你想亲的话呢一样的请你举手，那点到你来宾你就可以下来跟我们要这张海狮亲亲券哈。马上来宾请你呢从我们的右手边楼梯上来的哈。还有没有人要亲海狮的举手啊，来
我们接下来呢，还有一个很精彩的表演，我们请来宾千万别走开哦。跳水啊！首先由跳台上的四位为大家个人的表现。他水应该很深哦。一个呢，神奇的感觉。
个我们几位人类那边会领导。等下，现在就麻烦来段音乐。生态教育，我们将会介绍海豚的外观，请来宾们仔细听。那现在请我们的海豚同学上对岸来，来了，来在这里呀、啊，海豚来这里。将会介绍海豚的外观，从嘴巴到呼吸孔，看得到。是什么？大便。从爸爸屁股伸出来的东西是什么？大便。蛮差不多，差不多，高度高度有。那这个就不本来就不。这一站就要转弯了。啊？这一站就要转弯。哦，这很高哎。你去安尼嘛，真无简单嘞。你去我唔知咩啊猜哦。啊？怎么这么快？他在摄影。怎么这么快？
怎么这么快？我不会怕哎、欸。无你神经。你就淡定。啊，怎么这么快就要回来？你不会怕？不会，我也不会，我也不会。你不是刚才会怕？我操！哎、欸，好清楚哦！我要公平哦！耶！动比较慢，弱了一点。哦，这个有点高，这个比较高。哎、欸，等一下